会，要我们今天在外面吃吧，我今天想吃这个铜锅。不要，我们家还有很多剩菜啊。啊，可是我今天不想做饭了。那你自己去好了，不要吃。哎，又生气了，这都几点了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回来。因为铜锅太贵了，我就买了火锅的食材，我们今天吃火锅吧，好吗？抖音。